干嘛呀？他，你什么声带落家里了？我把球买中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把巴西输了，我买了巴西对面的。我不信。大哥中了这么多钱，准备怎么花？听者有份，请吃饭。饶不了你啊！要想想啊，记得上次按摩店那个导游。贼白，哎呀！贼白。有病啊！不止呀，就能找到。不跳了。干嘛？你不要加我们的哇！刚刚不是电梯那个人吗？你送你送，我就不敢。这样。你是男的。